说实话，你们馋不馋烧烤？我就问你们馋不馋？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都是肉，还有我手里的这两袋也都是肉。明天我家要烧烤，这次烧烤我不想录视频了，我想跟大家直播，咱们云蹭饭，吃吃饭，唠唠嗑。明天7月2日晚10点到10点半之间，我们家会给大家开直播，咱们明天抖音平台见，我在那里等着你们。